王珞丹，第三届金鹰女神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2004年正式进入演艺圈，2008年凭借电视剧《奋斗》一举获得当年金鹰节最佳女演员提名。刘诗诗，第四届金鹰女神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原名刘诗诗，2004年接拍了自己人生第一部作品，2012年凭借《轩辕剑》《天之痕》而人气爆红。赵丽颖，第五届金鹰女神，毕业于廊坊电子信息工程学校，2006年通过雅虎搜星进入演艺圈，代表作《花千骨》。唐嫣，第六届金鹰女神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2005年正式进入演艺圈，代表作《夏家三千金》。2018年在维也纳与罗晋低调结婚后，逐渐淡出荧屏。迪丽热巴，第七届金鹰女神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2013年通过主演《阿娜尔罕》出道，2018年成为金鹰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鹰女神。宋茜，第八届金鹰女神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2009年通过韩国女子组合 FX 出道后回国发展，代表作《爱情闯进门》。